还会有争吗？那天一个人问我说，佛法对人类有什么好处？我说好处可大了。如果每个国家总统都是信佛的，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世界上平平安安，太太平平，风灾雨灾都会没有了，减少了。不相信就试试看吧，哪个越凶灾难越多，那是不可抗拒的呀。自然灾害是无法抗拒的那个力量。要是你要修到大菩萨，他能转变。谁转变呢？自己转变。如果我们这些道友，你们调查一下子，出车祸的、受自然灾害的、损害很大的，有好多个佛教徒。我调查好多年了，特别台湾台风一来，先打一打听，有几个佛教徒受灾害。我说真正的佛教徒啊。就是假的佛教徒都很少听着佛教徒受灾害了，不管他死了好多人，中间没有好多个佛教徒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他连假的也能得到利益，不说真的了，就是假的假信，假信也能得好处。只要你信，沾信的边儿，你因为佛菩萨和灵有这么个信心，它叫灵啊。好多灾害没见到我们佛弟子头上，你说灵不灵啊？我认为很灵，很灵。因此在这个登地的菩萨，我们是比不上了。我们就出发意，我们要发一个进取的心向前进。这个进取心呢，不是在社会上图富贵啊，图发财，图升官。这进取是进取道理，道理。道理什么呢？验证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对人生你的认知、你的观念都些什么。但是你得记住几点，一个要柔和，不要粗暴。我听的也看见的，两夫妇打架想到我那儿去解决，在美国纽约啊，在美国纽约。我说你们俩打架我咋知道啊，我这一个和尚啊，俩人经常打架啊。后来我跟他女儿说，我说你妈妈跟你爸爸打架时候发脾气，现在要动手那个时候，你给他俩照张相啊。他女儿听我话就给他俩一照照相，完了他俩又吵架斗上，我说看看你俩照片吧，你现在不是人像了。哎呀，那就简直眉毛也竖起来呀，头发也竖起来，要动手那样。我说你自己认识认识吧，一回两回效果非常好，再不吵。我说把人呢变成畜生了，把人呢变成恶鬼了，还活着就变了三途了，还等死啊，等不死了。有些个咱们自己是不感觉，柔和最大的胜利。人家骂你羞辱你，你根本不理他，你当没这么回事，当成赞叹你，说你胜利了，他胜利了，他因为他胜利了，说把你欺负住了，其实是你胜利了，他失败了。在感果上那更不要说了，感到果报上他堕于三途，他生于人天，两个相差的非常远。在现实的报上，恶人自有恶人降，随便你好利的利的无情，总有降服你的。
人降服不了。像美国那这次大风飓风，一个州没有没办法了，一个州再恢复都没办法了。那吧，那天跟谁开玩笑？我说打几颗原子弹吧，跟风打一打看一看。办不到，大自然的灾害，这就是报啊！因为太讷了，人没法降服你。天道循环，自然的报复，报复。信不信由他，事情就是如是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因此，咱们讲的课程啊，是登地的菩萨。我们距离很远很远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他们的行为，学他怎么修的，我们按他那个步子上走。就是要么少打些妄想，说你从开始现在开始一天的把你心住在那个正念上，说念佛念法念僧，他一跑了你又拉回来了，他一跑了你拉回来了，哪有敢跟人聊天啊闲谈啊坐这儿啊休息啊，心里圆念的时候，就是佛法生三宝。如果你一天这个时间占据多了，烦恼时间就少了，智慧就增长了，烦恼自然就轻微了，效果也就加大了。不要因为这个事儿没有改变了，没有事情没有变化的，都要有变化，不是你一念所能想得到的。不过我们佛弟子应该试试看，如果你把我这个说的话，你一天的圆念三宝，把你思想转移全部注重在三宝上头，你再看你的事业，再看你的子孙，再看你的家庭，它就会起变化的。不要求人，就求自己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思想上常是圆念的善念，不是说我要布施我得拿出好多钱来，拿出好多东西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你的心常是一个帮助别人，助长别人为善，常生善念，善念久了，恶念不生了，那你也会遇到圣僧，也会遇到那些菩萨现身来度你。这个信心呢，你一定要具足。万法由心生，都是你自己心生起来的，万法由心灭。乐缘善缘，乐环境善环境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没谁加入给你的。佛菩萨只能够说法，他不能代替你，没有包办代替的。那菩萨加持度了，那你得感呢，先建立的感上。感有三分，硬的拼的感一定多一点，不是四分就是五分，说你感没到三分，那硬的没有，硬不到，感应感应。我作为道友常识入世想入世观念，像华严经